真是阿基塞你好。你好，凤叔，各位婆婆妈妈，大家好。阿基塞呢？因为这个很多人哦，这个很喜欢你的料理。啊、可是有些人是吃素的，哎，我们素大人每次都郭师傅做啊，是啊是啊，可是他就想说，那我们可以请阿基师也帮我们做一个素的卤味吗？哎呦，其实不要客气啊，我们郭师傅蛮赞的呢，有啦有，可是素卤味我们还好像没有做过，是是是是是，好啦，阿罗今天难得郭师傅把这么一个有福报的机会留给我，好，妈妈你莫期待哦，我好好表现教你安怎做。卤味哦，好，素卤味好。那到底荤的卤味跟素卤味差在那个葱姜蒜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差在整个卤汤的汤底哦，汤底汤底的味道要够好。一般咱那荤的卤味吼，去听卤锅咧，可能用那个民国前用到民国后的啦，因为伊本身唔知卤几万只鸡伫内底啊，哦，伊个水吼。那个水有外高的，那个肉丝的甜头在内底啊，但是咱素的这方面条件就较歹啊，哦，较歹不要紧，嗯，咱现成有足侪真好的物料，会当运用的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啊，咱即马注意看吼，首先咱这有姜，姜用遮侪吗？用遮侪，因为咱素的袂当用蒜头啊，哦，咱这姜落来，妈妈咱注意看，洗好身体吼，皮面口，啊，你就甲切薄薄安尼就好啊，哦。其实素的卤味吼，袂较输食粗的，因为咱这是算即时性的吼。妈妈，咱做姜的时阵哦，一定爱食侪袂要紧。哦。啊，食侪你到时阵若卤起来的时阵吼，这买食。补起来，这买当食的呢。是哦。啊，你甲香菇打外香的哦。对。嘿，啊，这个姜哦，当做蒜头来煸香。哦。搁再来。这个汤头有着味爱好高，掺菜脯。你讲甜头，菜脯就上甜。对，菜脯就上甜啊。啊，这甜中间佫有淡薄啊咸。哎，对。咱卤汁、卤水的物件卤起来一定爱有咸啊。是是。有咸，唔是叫你讲内底下甚物啊，变豆油掺盐的。是是是是。你一定爱一旦运用所有食材当中有咸味的。食材它是不是同质性？对，同质性，它咸度跟鲜度就会互相吸收。哦，有咸又有咸，丢丢丢，香料感官就鬼鬼干。哦，好，一样。啊，那一般大家拢怎样吼？卤包也是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一般大家拢怎样？做卤水一定爱有豆油。哎，对。啊，豆油呐，初拢会讲掺冰糖。哎。啊，素的都袂使。冰糖我先袂掺。唔烫唔烫。用甘蔗上好哦，甘蔗落起来，迄个甘甘啊甜啊，甲冰糖的甜是完全拢无同的哦。啊，你就好势啊，好。啊，我另外一项哦，还袂甲紧要的这个关头，稍等人家提出来吼。妈妈唔好期待哦，吼，来，来阿姜提入来炒。喂，来。啊，这边有点像麻油鸡嘞。不会像麻油鸡啦。咱无用酒啦，嘿嘿，咱无用酒，啊，要用酒嘛是会使啦，真的，嘿，但是咱唔免用啦。啊，这嘛要带个哒哒吗？唔免啦，留啊炒香一下就好啊。哦，留啊炒香开就好，因为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伊这唔是煮完鸡啦，咱这吼，这点素卤汁吼，这卤料，你要熬骨再熬，长时间要去卤的物件吼，不要紧啦。哦，但是咸的香开爱炒出来。哦，有诶，味道出来。嘿，本来就要小炒咧吼，啊炒了后以后来。菜脯放落来，菜脯啊，炒，哇！所以这个汤头基本上是卤汤呢，就菜脯跟姜，对对。好啊，咱即马炒了，菜脯香开嘛出来啊。是。来啊，咱即马这个八加，肉桂八加，肉桂八加，咱赶快照料照炒吼。哦。好，啊，即马来。香味拢炒出来了后，甘蔗放落来。甘蔗直接安尼咯。嘿，咱买当啊，一包一包嘛，皮烤烤咧。啊，免用迄个，不用把甘蔗汁挤出来吗？不用啦，不用，因为这个耐熬。哦。哦，来，啊，咱个控固吼，控固甘蔗汁甜分就走伫卤汁内底啊。哦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需要甘蔗的甜嘛，需要伊内底这个纤维、这个骨啊的香味啦。哦。因为它耐煮嘛。香啊。嘿。因为伊锅炸就是，锅炸肉时候，佮带一只关，迄甘蔗肉，迄个头遐啦，头诶，甘蔗头，甘蔗头足好呢。阮较早带老师傅来咧煮迄落足粗诶迄个物件吼，偏讲咸诶味足高诶，伊款诶，拢用甘蔗去吸诶。哦，好来，那么甘蔗炒香了以后，掺姜掺菜脯结合哈，来啊，即卖迄项宝贝来大家请出来。这样东西现在这么早放，很意外，放就已经很意外。这个时候放更意外，这下
九层塔啊，这孔干没烂，都是要好烂啊！卤汁内底可以有高站塔的盘开，因为咱无放青叶肠啊，哦，用这个取代，来下来，全部全下。哇，就用这个取代葱哦！嘿、hey, ，我第一次看到耶，好特别哦！没有，我咱入面落起以后，我迄个烹开哦，你试看卖啊，你会惊一条诶！真的，嘿、hey, ，因为阮伫专业的环境内底嘛是安尼做，有拄到真侪迄落人要食清素啦、啊，你爱做甲足清的哦、嗯，你就是爱安尼啊，你袂当讲用清水拼一挂豆油控工的就提起，你烹开无啦。哦，咱即摆高蛋挞，咱再聊炒炒咧，有无？啊，还把味道化掉。这是一碗金乌色的豆油。嗯，好、哦。哦，所以要特别挑颜色深一点。对，然后清水。哇，这颜色漂亮哎、哦。哦，来啊，即摆跟阿豆油跟清水嘛，放出来。你淋一点点啊，这。哦。咸香咸香的感觉，哈、哦。哎呦，咸味很够。嗯嗯，甘。即嘛，伊甘的是安怎呢？甘蔗会更加甘。甘蔗。甘蔗也袂出味。哦。啊，妈妈，你给我20分钟好不好？好。上少爱控20分。好。啊，你再煮下物件起来咯，就功德圆满了。20分钟，最主要是要让这个甘蔗的味道出来。出来，对。好，对，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。哦，好啊，来来，20分呢、啊？哇。嗯，真的有个香气。二十分蒸到20分后，来你搁试一点仔看麦，即马就闻闻啊干嘛，较无太多啊，直接安尼闻一阵个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。啊，即马这点咯，基本上都已经 OK 啊。嗯，哦，啊，这个形容的好好，都爱咸一整。我爱去做，因为你甘蔗糖也袂出来啦。这个就是温温的，嘿，就温温的咸就刚好了。那我们就要卤这个咯。嘿，啊，这是素素的地刀啦，哦，素的地刀吼，来啊，咱都把它放在内底。这个啦，嗯，啊，所以不是先切再卤？不要了，卤好了再切啦。哦，它袂筋。啊，这个这个百叶豆腐要切一半吗？不用不用，整条也是整条切。妈妈啊，这么快花几点点嘛时间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就再把它泡，泡着泡着。好，泡好之后呢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卤味切开来吃什么味道。好，好了，现在已经卤，哇，碰这么大一个啊，哇，这也好也好，这大的，哇，哎呦，你看还倒得出琼浆玉。哇，这个袋子里面还有东西啊，哦。哎，真的耶，这个九层塔的味道，它那个原本的野味不见了，是变成一样葱的味道。嗯，有点取代那个味道的，很灵巧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灵巧。因为一般九层塔，我们印象中就是一开始那个好像有点呛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它这个煮过了之后，它就不是这个味道了。丢啊！它改变。丢啊！这素肚也是 QQ 的，很好吃。啊，那就好啊。再淋点卤汁。啊，咱煮只肉，只只接嘞。煮起来给蓝莓饼店，好，功德圆满。葱啊，哎，来试吃。嗯，哦，好 Q 好入味哦，嗯，好吃。哇，最后淋上去那一汤汁很重要哎，很重要。这味道好像 double 哎，嗯嗯，它不像面筋那样子哦，它有点。弹脆这样，嗯，所以卤味是越泡越久越好吃，对不对？那素的也可以做老卤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卤汁留下来就是老卤，就因为你这些蛋白性的东西长时间卤到那个卤水当中，它味道会越来越浓。嗯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留下来，素的、啊、长期吃素的人就要留着自己做老卤。哦，原来素食也可以用这样做，没有蒜，没有葱。只要用姜，还有高站塔，还有我们的什么那个甘蔗，对，味道超赞。另外，可能阿妹泰国料包也帮很多。对啊，你敢想看没有，凤叔？刚是咱今天不是卤素的，卤这个素的材料，你拿这个卤锅来卤鸭翅膀啦、鸡脚，味道一样很到位。对耶，没有一定要什么卤什么的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真的好吃好吃，谢谢。